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相聚一刻。今天我的特别 VIP 嘉宾是 Tony 熊猫爸爸。大家好。OK， 为什么今天会请到 Tony 呢？今天我们不是说这个种子法则，也不是说相聚一台，更加不是说这个心理学、催眠学。今天讲什么呢？今天讲的手机号码怎样可以改运呢？是啦，因为这个年近岁晚，咁咧就最近咧，我发现我哋读书会咧，阿 Tony 咧成日同我哋呢个吓共修咧，系字字浸咁样样。然后跟住咧，我就发现搞乜鬼咧？原来成班喺度改紧电话号码咁样。咁因为我个电话号码咧就改咗 N 年噶啦 ，N 年前改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唔会揾佢嘅咁样。咁啊，发现咦？乜你识得改电话号码嘅咩？咁啊，上嚟不如讲下啦，趁我哋相聚未曾有人讲过咁样。咁啊，据我所知咧。改電話號碼 ，OK， 是可以改運的，不可以改命，可以改運咁樣。冇錯，呢個就是要命和運的分開。咁啊，同埋咧 ，Tony 自己本身咧係一個超級無敵的殺壓人，唔係超級無敵的系統人嚟噶，好中意講系統噶咁樣。咁啊，由你講下啦。咁你點解會對呢樣有興趣呢？同埋你用的什麼系統呢？聽說是很複雜的三個系統這樣匯埋這樣，又要看人家這個性格這樣，你到底搞什麼呢？哦，是的，這個呢起源於我生個大女的時候，學這個姓名學，學姓名學的時候，那個三財五格局呢就怎樣，我要幫我女兒改名，所以我之前呢較早時我都學懂了這個易經的，知道怎樣去哪裡。哦，你識易經的嗎？識易經很早期。你有沒有夾過我們夾不夾啊？兩樣東西來的。 okay, okay. 兩個不同的系統來的。那因為事緣是為什麼會這樣去師傅啊，我們的好好的師傅呢，他需要有些助力，我覺得人呢是有三衰和六旺的。咁啊，點解要三衰咧？唔係啲衰格啊、衰氣呢啲咁嘅衰，係有輕衰。輕衰，即係我哋種子法則嘅業力再投資啦。Yeah. 當慢慢跌咗落去嘅時候，我有乜嘢可以助你去扶翻起自己咧？咁啊，有啲係心理學點樣令自己成長啦。但係估唔到，原來數字即係我哋日常生活個手機啊，已經係好簡單、好簡單，已經可以做到。令到我哋可以改運噶。咁我自己咧係好多年前 N 年前改嘅，咁就當時咧老老實實仲翻教會咁樣，改電話號碼係好大壓力噶 ，OK？ 因為一般嚟講咧，改電話號碼咧離唔開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唔好聽。唔係啦，第一個原因爭財仔數啊，爭銀行錢啦，改電話 number 數啲人哋揾唔到你啦。第二個原因。就一定是八卦啦，覺得個電話 number 唔夠好啊，改個 number 咁樣 ，OK。咁但係點解我會改呢？就是因為我試完咧，就有兩個好親密嘅朋友，其實大家都知嘅，但我唔會講名嘅。咁啊，兩個改電話之後咧，我發覺佢成個人變咗，成個性格變咗。咁所以咧，我就 OK 啊。你兩個都是博士咁樣，嗱，唔好亂估啊。雖然呢個世界好多博士啊，兩個都是博士，然後跟住兩個都改咗之後，成個人嘅性格變咗。咁於是乎我就好啦，我又改啦咁樣。咁我個 number 咧，而家變咗係匯智嘅 number 噶啦，嚇呢個6998嘟嘟嘟嘟咁樣，就係咧呢個催財嘅同埋催名氣嘅咁樣。咁然後咧我就發現，咦最近咧就我哋讀書會嘅某君某君 and 某君，我就發現咦好明顯地個性格係變咗嘅。哦，我首先講翻個流程先，個流程係咩咧？通常我會計翻佢而家現有嘅電話 number 啦，佢覺得批我哋嘅。大批啊，批翻個數字啊，有啲批文啊，俾佢望下啦。批文啊，即係吻唔吻合佢嘅性格啊，有啲咁嘅嘢啦。咁啊，有陣時有啲人會知，俾佢知道原來揾錢咧係會有孤寡出現嘅。咁啊，咪到時咪換咯，或者問翻你轉頭啦。你擁有第一個電話 number 嘅時候，你基於乜嘢條件底下去擁有佢咧？哇，咁好大鑊嗱，推翻前少少，佢係有錢但係孤寡都唔係幾好喎。或者你冇錢，但係有好好嘅關係，都唔係幾好喎。係啊，每一個 number 都有噶嘛，係咪？查實喺條數嗰度計係難噶，係難計到兩樣都有噶，一定有優點同缺點嘅。缺點嘅話，我哋點樣用呢一個成長學嘅嘢去令到佢提升啊，去調教翻咯。咁好啦，咁你用咗咩系統咧？用咗咩系統啊？頭先講過有易經啦。
呢個三財五駕局咧，屬於姓名學，而家用咗喺個數字嗰度啦，同埋一個特別少少嘅個市場價值學。市場價值學咩咧？你啲電話 number， 我攞咗台灣啦、香港啦，同埋國內嘅，佢啲電話 number 係咩叫最值錢嘅電話 number 嘅組合？譬如可能最貴嘅電話 number 係廿幾萬嘅，佢依個咁嘅排列嘅組合嘅時候咧，未去類似翻，未值翻喺個市場價值，值翻幾多錢咯？幾多錢啊？或者幾多分數咯？喂，如果你買得起廿幾萬個電話號碼，你本身都有錢啦，係嘛？所以我咪攞呢個元素咯，嚟買個 number。唔係，我哋只係記低佢個 number 啫。查實呢個就大數據裏邊要攞咗其中一個點子去點去計算出嚟嘅咯。所以咪話基於依幾個，所以我哋望再加上叫現象學。現象學係啲咩咧？有呢個現象出現咗，但係唔需要揾佢去解釋，我哋跟住去做咁就可以咯。現象學咁好啦，咁你就舉下例啦，咁樣。譬如我哋見到我哋嚇嘅朋友 A 君、B 君、C 君咁樣，我哋唔好講名啦，當然係咪？費事事後俾人追斬啦。咁樣其實係你點樣去改個 number？ 因為我見到譬如話 A 君咁樣，好明顯改完之後啲財運好咗好多啦，同埋個人係細心咗好多嘅咁樣。咁而下 B 君咧，就由以前好 victim 就變到而家好快樂、好開朗咁樣，又係好明顯嘅。咁啊 ，C 君我唔知啦，因為佢啱改冇耐，咁啊都唔係同佢太多contact 咁樣。哦，其實你背後做啲咩嘢咧？我唔需要攞你哋嘅時辰八字嗰啲咁嘅嘢嘅，我係計算第一個大浪，第一個系統係咩咧？建基於下元八運喺術數裏邊嘅下元八運，即係2004年至2023年依20年嘅香港嘅運勢啦，跟住去計算一紮揾啲資料翻嚟，我哋資料係咩？就係叫電話號碼啦，計翻邊個電話號碼啱當時嗰個人啦。個主人啊，咁啊，主人嘅時候我要咩咧？我要同佢傾個電話號碼啦，即係傾偈啊，要電話聽傾偈啦。因為依個就攞咗佢，除咗我用五行嘅話，係數理五行同埋音韻五行啊。佢喺邊度發聲而產生佢有啲乜嘢嘅條件咯？跟住我就想問佢嘅意願同埋佢個唔中意邊幾個數字啦。咁啊咁樣，跟住我就去搜羅我啲 supplier 去揾一紮資料啊。好啦，我。係講到呢度為止嘅時候咧，我講翻之前啲人點樣去講呢個計完電話 number 點樣去營運。以前嘅電話 number 咧，通常有兩種做法嘅，一個咧就係問啲師傅咧，熟數師傅咧計完之後俾一個一紮嘅數字你嘅吻合你嘅五行嘅，跟住你自己去揾啦。可能頭尾最尾嘅兩個字啊，最尾嘅四個 number 啦，你再去唔同嘅電信商去揾你嘅電話 number 都幾係嘢啦。另一種咧就係個價錢稍微貴少少，佢已經搜羅咗一紮嘅電話 number 啱 fit 咗個人嘅。咁啊，而家我咧就係揾咗啲供應商咧，就每兩個星期咧就提供超過500個電話 number 俾我去計算。咁啊，攞咗呢個客户嘅話，譬如阿C君啦，C君又要揾錢，又要啊家庭啦，即係溝女啦。識女仔，係識女仔啦。咁粗俗嘅熊貓爸爸，即係識女仔啦。咁咧，佢係我計得最多嘅。我用咗337個 number， 我先計到揾到一個 number 出嚟嘅，都歷時咗都3-4個禮拜。因為好嘅電話 number 計到出嚟，冇揾唔到張卡，因為揾到呢扎卡嘅時候，冇一個吻合佢嘅要求。收佢50,000啦，咁樣。哦，咁啊唔使1,000+嘅啫。收佢50,000唔要，3-4個禮拜咁樣。係啊，咁啊呢個咪用我嚟咯，因為我都好想幫佢啊，好想幫佢呢樣嘢咯。所以我喺做依個咁嘅系統嘅之前咧，好似卜卦咁樣噶，係好清心寡慾，做曬打好曬座。我想增加個直覺力去揾嗰扎電話 number。你做乜對佢哋咁好？你冇咁樣對我啊？有冇計過我 number？ 我當然計過，唔係點同你合作？算你。所以咪係唔同嘅做法，同埋我有個理念，呢個服務咧，我有翻三個層次，三個唔同嘅力度咯。咁啊，第一個力度就係電話 number 嘅力度啦，點樣吻合而家呢個世道，點樣去拍齊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有21日嘅催運心法啦。佢要即係簡單嚟講，電話係一個被動嘅，跟住你個主人咧又做翻多少少力，跟住咪哇身合璧好正咯。好啦，第三陣咧就可能係佢本身啲性格需要有少少調整啊，咁咪
加上啲催眠啊、治療嘅嘢咯，咁啊形成去吻合呢個目標咯。查實係每一次問嘅時候，我都需要佢有個目標嘅，要好具體清晰嘅目標。佢想個電話 number 想做到點樣？所以每個電話 number 咧，咁啊可能下一次我俾啲電話個批文俾你睇啊，係每個 number 都有佢嘅性格、佢嘅特點、佢嘅優點、佢嘅缺點嘅。咁你冇計過我嗰個啊？你從來冇益過我喎、啊，你嚇。係唔好意思啊，下次。雖然我個 number 已經係好正㗎啦，其實係我個 number 係翁式懷師傅改嘅，咁樣。咁好啦，咁你做咗唔係好耐啫，係咪？啊，唔係喎，你話你個女出世嗰時開始㗎咯喎。若果由2003年開始到而家嘅話，唔過190多人啫嘛。哦 ，OK。係啊，咁我咪有90多個數據。我是一個系統人嘛，要求證我才可以推出街的。那你怎樣看這件事呢？據說你都回到教會的。我也都研究過，有神論和這個屬數是不，我覺得是沒有衝突、沒有矛盾的。你怎樣看呢？因為當年我改電話的時候，哇，很大壓力，很害怕被教會踢爆，為什麼你改電話Esther Lee 這樣？你知其實叫得Esther，你都知道已經是一定是基督徒名字了，這樣。哦，你點樣睇呢樣嘢咧？因為個命嘅問題啊，有神論者嘅命嘅就係由呢個我哋上面話事噶嘛。用一個火車嚟講嘅話咧，就一個閘去一個閘。入邊咧，我哋知道個軌跡係咁上下嘅啫。而我哋嘅自由意志都係火車入邊啲人喺邊度啊，坐喺邊度咧，我覺得可以控制嘅。所以就係如果中國嘅祖訓，而家我哋真係根據祖訓啫嘛，我嘅數據都係根據祖訓落嚟嗰啲數據啫嘛。只是話係點樣可以依據啲乜嘢？佢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懷疑率啫嘛，唔會影響其他嘢嘅。一即係三分，古有人就係命冇得改嘅，即係同呢個有神論者講，命真係冇得改，天注定嘅。好啦，但係個運咧就可以啦，有七分係由心態去轉變嘅時候咧，你嘅碰嘅所有嘢完全冇曬咯。咁。O K， 咁咩人嚟揾你啊？咩人？首先我朋友先啦，由我朋友開始散發出去啦，跟住就慕名嘅朋友嘅朋友啦。有陣時有啲兇惡打嚟，我要改電話 number， 我做咩要同你改電話 number？ 咁惡嚟，咩態度而家咁樣？同埋我係一個幕後人士啊。同埋有一個就係 Esther 教咗我嘅，今年就係講緊一個猶太人啊，好嘢唔分享係一個罪嚟噶。咩？今年我教咗好多年啦，猶太人經商智慧。今年整合嗰樣嘢，我先知啫嘛。好啦，講詳細少少咩叫呢個猶太人講啲咩嘢，就係如果你一樣嘢要賣 ，OK， 然後跟住你覺得嗰樣嘢好，咁當然啦，如果你唔好，你賣嚟做咩咧？係咪？譬如你賣蘋果，然後你發現你係全個街市最爛嗰、那個，咁你唔好賣啦。咁譬如你賣橙、賣蘋果、賣麵包、賣報紙、賣咩都好啦，報紙又冇最好嘅 ，OK， 當當一樣噶啦。咁變咗你就，如果你覺得我個蘋果係全個街市最紅、最大、最爽、最多汁，未必係最平，但係最好味嘅，係你有一個責任係隆而重之，大大聲咁話俾全世界知，嘿、hey ，我有最好嘅蘋果喺度咁樣。但係如果你有最好嘅嘢，但係你唔出聲嘅話咧，喺猶太人嘅角度嚟講係一個罪嚟嘅。不是说哎呀我低调处理，大家找到就找到，找不到就自己搞定，这样不是这样看的。这样好。你知道有神论者的话罪这个很大责任感来的，这个是，所以一定要大力推广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也要调整一下我的由幕后人行前一步幕前。其实呢，熊猫爸爸很害怕在幕前出现的。咁樣，咁啊，所以俾我鉗咗嚟咁樣。好啦，咁你跟住落嚟，你想開始講系統啊，定係講下例證啊，定係講下心態啊，定係講下經驗啊，定係講下啲搞笑嘢咁咧？你想講咩咧？嚟緊想講啲乜嘢？你最有興趣係啲乜嘢？我自己個 number 咯。你自己 number。但你唔可以即計啊嘛。唔可以即計，俾啲時間我啊，幫你出翻個批文啦。其他人咧？好啦，其他人會攞咗電話 number 嘅時候，譬如我講下點樣我揾啲供應商啊。供應商係供應商，我覺得佢有運行，我先幫襯佢嘅，因為手攞一扎電話 number 啊嘛。咁啊，以前有啲客好得意嘅，成幾張 A4 paper 過嚟，每張 A4 paper 入邊係百幾個，你幫我揀啦咁樣。我話嚇，唔過癮啊，直頭個感覺
係咁計幾個，跟住唔準，跟住買喺邊度嚟咁啊？然後佢攞咗啲好行嗰啲資料，要嗰個就冇嗰個啊嘛。所以而家揾咗啲供應商，我用咗六個月時間去揾啲唔同香港九龍新界唔同嘅電話供應商啲電話卡，去擁有咗啲電話卡，我攞佢啲資料咯。咁你咁認真就擺明開檔啦呗？唔係因為揾咗幾個唔啱啊，你會阻住我計得唔準啊，計來計去計。如果好運嗰啲係好運嘅供應商係咩咧？就係、是、我計五六個已經有一個得啦。唔好運嗰啲，我計30-40個我都冇一個得嘅。我記得嗰陣咧，阿翁師傅咧改我個 number 嘅時候，好得意嘅係我哋因為同期咧，你知啦，你一個改嘅話咧，成扎 friend 就改咗啦嘛。跟住邊個嚇你改啊？我都想睇下我個 number 好唔好運咁樣。咁咧我嗰個 number 咧好得意嘅。咁啊以前阿翁師傅咧就係第一。他就看你的時辰八字先嘅，就看你的人正不正氣，看你的人做的嘢會不會是邪魔外道啊、奸淫老略啊，咁佢就咁就唔會幫你改噶啦、啊，因為如果你好的話，就等於個世界不好嘛。啊，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原來好得意嘅，有些人咧係冇運行啦，或者你運好差啦嚇，係、啊、可以咧揀幾廿個都找不到個好 number 嘅。係啊，我是好彩的，因為我呢個6998嘟嘟嘟嘟咧就係、是。最後尾個數字咧係由12345678910都差唔多有齊咁滯，任揀。咁而家我揀咗個咧69983乜乜乜乜咧，係嗰個 number 係最即係咁多個 number 入邊最好嘅。咁啊當年咧，阿翁師傅同我講咧，就是、我個電話咧係呢個旺名氣啦，然後旺財嘅。咁我係嗰啲啊越出名係越有錢嗰啲人嚟，所以唉冇計。上嚟馬住佢。咁好啦，咁你咧，咁你會點睇咧？你會都睇，因為你唔睇人哋時辰八字噶嘛。我唔睇人時辰八字噶。咁變咗你咪即係所有人你都會睇噶咯嚇，唔會拒諸門外咁樣喎。係啊，所以我覺得公平少少咯，呢、這個就係。咁如果嗰個人你本身係大奸大惡或者個作奸犯科咁樣，你睇完個 number 之後佢仲好啲咁咪弊？啊，所以有條件限制嘅，有條件限制的情況底下，你會睇到。做咩職業咯？同埋而家作奸犯科有幾多人作奸犯科啊？咁啊冇乜嘅，識到啲都唔會噶啦，介紹嘅話。因為呢個網即係呢個 internet 呢樣嘢咧，實在太過快啦！你做啲咩衰嘢啊？我譬如我哋喺個街度吉個魚蛋嚇，撩咗鼻即係咁樣，都好容易俾人哋影咗相。哇！呢個網台主持 Ashley 喺街度撩鼻子咁樣。係啊，所以同埋我的電話 number， 我覺得似性格學多啲咯，性格慢慢偏埋一邊。去點樣去有個機會改變自己嘅性格，做翻嗰個佢心目中嘅自己，咪更加之好咯。但我到到今時今日都係唔好明，由好多年前我自己改 number 到今時今日，譬如我見到我哋自己啲朋友，我哋啲 common friends 啊，改 number 之後，點解個性格會變咗嘅咧？哦，依、這個就係心入其中一個符號啊！每一樣嘢我當佢俾咗個意義佢嘅時候咧。你就會慢慢行緊一個自我實現嘅嘢，所以未問通常改電話 number 之前會問你要啲咩嘅，一改咗你 number， 你咪同佢掛鈎咗嗰個願望咯。你會潛意識去做緊，慢慢吻合去依個效果咯。譬如有啲行為去唔到依個效果嘅，咁啊你會慢慢調整緊，咁啊你性格都開始變咗嘅。我覺得我哋咧呢一班 common friend 好得意嘅，分開一半嘅，一半咧就係咧。婚姻極好，差唔多係不勞而獲，完全唔使去上，唔使話上堂啊、嗌交啊咁樣，咁樣噶 ，OK， 你知噶啦，我講邊幾個啦。但另外一半咧，就係、是、孤寡嘅，冇嘅，唔單止話冇伴侶，男女朋友都冇嘅。所以大家嚟我哋星期三讀書會小心啲，以後冇人嚟，又或者好多人嚟一牙汗啊！睇到你咁樣好啦，眨下眼咧，第一節嘅時間咧又過啦。咁我哋咧休息一陣間，翻嚟咧再同阿熊貓爸爸繼續傾呢個電話號碼嘅玄機。一陣間見。